乔恩，你觉得这一轮谁比较像？我刚刚有沉醉在娜娜的舞步当中，但是我要觉得那个浩飞比较像，他刚刚那个劈下去那个动作非常感人，非常感人。What？ 逻辑在哪？感人就说明他衣服上没有洞吗？我觉得他一定是死命想护住那个洞。我们要找的是没有洞。啊啊，是啊。啊，是这种啊，是是。报告，有一个嘉宾题都听不懂。题目出得太难了。如果被偷袭人在我们组的话，我觉得刚才乔恩的发言非常有问题。